好了啊，欢迎回来，这口呀，我们今天要切个老糙米，先去一步。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老糙米啊，它是在一个蜂窝里面烘干的蜂蜜，是老蜂巢。老蜂巢里面烘干的蜂蜜啊，我们现在来切。我们现在来切啊，又有朋友去购买了，又有很多朋友去购买了啊。那我们今天来切，现切。小鸭子，小鸭子，你购买了红草，我们现在在给它切啊。蜂巢蜜啊，全天然的蜂盖巢蜜，它是烘干以后的蜂蜜啊。欢迎收看这个朋友，欢迎收看这个新朋友。切个老糙米啊，爷爷，你好，爷爷。爷爷好，爷爷好，爷爷好啊，又见老超了，是吧？双十一有这一个老朋友在拍啊，因为双十一我都没直播，没很久没有直播了，很久没有直播了。我还有个裙子来啊，裙子啊，裙子啊，好久没直播了。我就上次拿了这个裙子去了。为什么？它里面有钢丝，
啊，爷爷，你些小孩子毕业了没有？你的小孩子都是不是毕业了没有？他是了，他是快了，快了啊！啊，正版封面你认识啊？正版封面小鸭子，买这个呢，小鸭子，啊，从来没来，是，我也没直播啊，他是在这一个通过店铺里面，通过店铺里面买的小鸭子，买的小鸭子，因为我们又没有做直播，又没有做推广，什么都没做啊，就是个店铺在那里啊，就是老客户才能找，才能找过来，不是老客户找过来，就感觉放心，这些老客户啊，感觉这个工厂里吃得放心。哦，还有什么？饺子、饺子饭，有的东西。不用加点心，哈哈，没有加啊，没。